第四题，下表是电路上常见装置图案，请选出正确的名称。 B 电池，电池的符号应该是像 C 这里的，而这里所画的符号是所谓的伏特剂，伏特剂。那么安培剂的符号会像伏特剂这样，但是中间要改成 A。 那么这个符号是电阻的符号，而电线就是画一条线就好了，所以只有 A 的选项，电灯的符号就是它所画的样子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请选出正确的名称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电灯。